齐凡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装好了一只，装好了，装了半天了，装半天了。所以说现在摸了半天才摸懂，这里是装门锁的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啊，早一段时间我媳妇在网上买了小宝贝的一个衣柜，还有一个衣架。这小宝贝的衣服像是下雨啊，放在外面一样的，一下子不会干，所以说放在家里面有个衣架放好，然后晒干了，然后有个衣柜专门是装小宝贝的衣服。好，我今天来把它拼好啊，跟着我的镜头看我怎么拼啊。哎呀，真的是懒到我了，又像去年买那个灯笼一样的，我装想了一天才想到。这个晒衣服的架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我就要拼，还有一个衣柜，赶紧把那个衣柜要拼好，然后小宝贝的衣服要放在衣柜里面，然后这个衣架拼好了，这是放在旁边。小宝贝的衣柜又要拼啊，又要动脑子啊，看我能不能拼好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啊，有100块了，你看1、2、3块。啊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图纸，这么复杂，还这一块，你看，哎，两面都有。你看是不是又要动脑子，又想半天。好，跟着我的镜头看我能不能拼成啊。这个图上是说要找第一个就是一个日字形的，我找了一个日字形的，就往这里卡槽，把卡槽对准。这个衣柜方便有个轮子啊。终于搞好了一层了，一层的抽屉。好，现在就装第二层了。媳妇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装好了一层，装好了，装了半天了。装半天了，所以说现在摸了半天才摸懂，这里是装门锁的，它有个洞。看没有，两边有两个小洞。现在我们开始装第二层了，升级了。最难的就是顶层装好了，下面就容易多了，这没法紧。这个比重梯还难呢，这真的是要动脑子。片头看一下边装不了，看片头。天其实并不高，海其实也不远，人心其实比天高，比海更遥远，却未变。
谎言，追逐命运的我，在现实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含泪的离去，闪着茫茫的前程，远方的星星，请为我点盏希望的灯火。这衣柜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媳妇在网上买的。哎，今天我拼了一个上午，头发都掉了一大堆呀、所以终于把它拼完了。对，在宝宝没出生之前一个月就买好了，一直没时间去组装它。今天抽的时间多，终于把它装好了。宝宝出生了好几天了。是啊，你看我的衣柜漂不漂亮？好，我们这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耶、拜拜。